消耗，一直在消耗。重新认识一下这个人，不以结婚为目的，认真的交往一下，因为这个目的对两个人来说都完成了。现在您把这个目的扔掉，再试着静下心来的交往一段时间，彼此了解一下对方，看身上有没有足够吸引你的或者有魅力的地方，叫重新发现一下对方，然后我们再考虑分开还是继续。因为我是觉得大概在他们整个交往的过程当中，双方的目的性都太强了。我为了娶你什么都可以做嘛，我要有一个婚姻，跑了之后我觉得我这个结婚对象没有了不可以，我要完成一种仪式化的东西。所以真的结合在一起的时候，两个人发现要实在往日子里走的时候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试着再过一过把那